数回战220话情报来了。一开始，战锁就向小金虫追加了两个规则，一个是让死灭回游不再出现新的勇者，另一个则是除了伏黑会和下游街以外，全部勇者死亡才可以终止死灭回游。之后，战锁带着天元寻找到素原本的躯体，现在素魔已经有伏黑会的身躯了。难道这幅诅咒之躯是要等伏黑会的灵魂完全崩解，再用伏黑会的手指作为咒物转移去原本的身躯？画面来到另外一边，天使没死，被大家抢救活过来了。因为目前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天使无法战斗，但是他能帮助五条悟解开玉门江的封印，所以五条悟能不能出来绝对会是这场战斗的关键点。虎杖再次立下了一个 flag， 那就是他为了打赢树魔什么东西都愿意吃下去。在此我推荐虎藏吃下战锁刚找到的素墨的诅咒之躯。最后虎杖说，关于救伏黑会我有几个提案，因此借鉴也为大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和悬念。最后漫画的画面给到一个玉门将的特写，究竟五条悟能不能解开封印出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